今天又找不到房子过门头，然后呢，现在在这里，在厨房这里准备一些菜给师傅们吃。这一段时间也辛苦了黑婆他们，辛苦了师傅他们。这个土豆是吧？老肥讲的就是本地的土豆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做菜做饭。来嘞，他们这个是的房间代表讲。哇，这个鸭好肥啊！爸爸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不好？嗯。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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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肥，你要吃鸡美丽吗？鸭美丽。不要，我给小六寄过去喽。这个是鸭霸王吗？这是小六最爱吃的。有一个大鸡大鸭腿，好，一双小翅膀，漂亮，还有鸡肉哦，大鸡肉哦，就在身上，啦啦啦，果肉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有你笑，动作要快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自信成长，有你笑的。我给你留一个大鸡腿，一个大鸭腿啊！好。这个鸡腿是谁的？嗯，老肥的，师傅的，师傅的。那老肥的嘞？老肥的腿在这里。母鸡不一样啊，你看黄了。今天炒的这个最后一个菜空心菜，辛苦了我们的老肥，现在把菜端下去让师傅他们吃。今天也辛苦了师傅，辛苦了二哥，走。我要了皮肤完了，你是皮肤我每一回皮来吧，来，辛苦了我师傅黑锅。今天的心情呢，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。靠着自己的努力，自己在家里面啊努力的工作，给自己盖房子，让生活变得一天呢更加美好。同时呢，我自己的音乐梦也会再继续走，我会不断的让自己在每一天的工作中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完善。我想起了一首歌曲，歌曲的名字叫做《小人物》，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好听。有钱也会烦恼，没钱别总彷徨，只要努力工作，你会有辉煌。我是快乐的峰峰啊，传递更多的农村原生态的视频，传递更多的正能量跟大家分享。未来我们会继续寻找我们的农村梦，我们的音乐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